赶紧从我头上下去，你再不下我就捂脸了。躺会儿我就回家了。我不行，别人穿衣服在我床上待着。把我脱了。哎，你别耍流氓。别闹不听。你前怎么没发现呢？你这个床这也太香了。太棒了，赶紧冲我家伙愉快的啊。不是，今天我要是没躺你床上，我都快忘你是个女的了。你说什么条件能让我在这睡一觉？三十万。我走。我让我妈撵出来，咱俩是为哥们，你就不能好心的在我烧掉一碗？你干嘛你妈压我干啥呀？啊，我去，我三十来岁，我这回真活够了。哎呀，别把三张。行，别上我床，让我睡衣柜。哎，你不知道小姑娘的衣柜不能随便翻吗？啊，我不是，我看你看啥？你有啥看的？